孟非老师好，乐嘉老师好，黄海老师好。知道了，你弟弟来了，你弟弟来了。哎，刚才声音太大没听见，把你的名字年龄再说一遍。我的名字叫梁翔宇，今年33岁，我来自杭州。哦，那是表弟，不是堂弟。表弟，表弟，你原来也是光头吗？几年前我剃了光头。哦，原来也戴这副眼镜吗？原来不戴眼镜。为什么现在戴这眼镜？我觉得可能看起来好看一点。看起来我觉得你们两个头型都一模一样。为什么从那看的时候别相信他？为什么你们两个穿的衬衫都一样？我得下去问问今天给我弄衣服的人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他跟场上24个女生喜欢哪一位？你们谁灭他，就相当于你们谁灭孟非啊！记住了。这样，我把话跟你说在前边。这个节目开播的第一场，我在场上做一个测试，就是如果我是男嘉宾，他们的灭灯情况，你知道结果吗？知道。5秒钟之内，24个灯都灭了。所以根据这个判断，如果你今天在场上能够牵手成功一个女孩离开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。但是如果你给灭了，千万别把账算我头上。好，好吧，我们把这事说清楚。不过你们呢，也不要欺负他，对不对？该怎么地怎么地。想好了，好，希望你能够。24个女生对梁翔宇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他，对吧？印象如何？请考虑。请选择。非常感谢。你觉得他们是喜欢你还是给我面子？我觉得都有。我觉得我这样说特别无耻，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。